节目讲完了，讲完之后，我觉得可能不要讲一些劣质上的东西。哎，不过你们还真的玩得蛮，他们像玩得蛮开心的，我真的讲不下去，我天啊！给他升高价吧。啊，是呀、啊。Sorry，差点忘记讲。李小龙，对嘞。那很像有，但是我自己给他忘了。